What?The Veterans at this world at least have been to like 3 or 4 worlds, sometimes been like 2 or in terms of SKT they won 3 times, so they're like way more experienced than we are at least. So I'm not sure if that's gonna play a part.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if you've been to many worlds, I think it matters how good you play right now.경험이경기력에직접적인영향을주진않지만저는경험으로서이제더실패하지않을확률을높여준다고생각하거든요제가지난월드에서얻었던경험들을바탕으로앞으로어떻게하면더실패할확률을낮출수있을지그런부분이가장경험의큰장점인것같습니다抓住。那在刚刚的第二场 SKT 取胜之后，也来到了一个消息啊，有一个消息就是 SKT 的中路 Faker 拿下了属于自己的第100胜，来自了世界赛加上 MSI。而现在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Mata 上来了 ，Mata 上来了，对，曾经的世界冠军 S4 世界冠军与这个 S367 啊 ，356 世界冠军。那这样子上路得塔杀了吧 ？SKT 不做这上路塔杀，那这火龙直接白给。听到声音了吗？听到声音。火龙掉了，蝎子呢？蝎子回去洗洗睡。还没。这里想蹲，哇，这里个挺阴险的，后面要。哇，这要杀中路了。杀了一只，给 Faker 一点空间。蝎子穿着穿到鳄鱼，直接正面晕住，跑丁解牛，跑个两下，雷兹没了。这是 CG。蝎子东西被拿在。上半波的话是没有大的鳄鱼，把鳄的大绝给逼出来了，这两个都没大，能不能打呢？针对蝎子去做目标，闪翻留住蝎子倒下，鳄鱼也没有大，只能消闪离开，但还在 Cersei 的目标之中。他有大绝，虚空极刑往前咬，鳄鱼两段是位移一技能，但闪现的二 VG Charge 用自己手上的雷神之锤直接把可汗给敲死，反正也是把大绝全部用光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Spice 的上野是都还有大局的，这个位置一拉之后，反而是 Clid 的位置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被击飞起来之后血量很惨，然后被喷到之后，就算按了一个闪现 ，Cersei 跟一个闪翻就直接把头给带走。后面转转转交闪现，看这边还想跑，但最终被技能给直接贴上闪现枪，这个是装备。我确实还有点久哦。另外是 Spice 的上路已经可以开始这个毒打鳄鱼了，三个人夹击，这打法跟第一场这立三组 SKT 的包夹有点像。还大被包抄的可汗开启了自己的君临天下，但后续的一个虚空进行雷克萨的斩，直接将他给斩首。就是看啊，我可怜再次推，没有闪现，雷兹被推回来，在一个血尔穿着拖进塔里。好残忍啊！要塔帮助攻，而最后人头是给了克利德。哦，这场真的是要养 Faker 啊 ！Faker 要一个打五个。他们现在拿这两条火龙的话，也是蛮愿意在小龙附近给你打架的。可能现在下方抓蝎子在后面，那第五是这一勾勾到了达瑞文，二也来了，凯撒飞过来，强中你再一敲，二也赶到这一撞，是把瑟雷西给撞起，而达瑞文早就已经消失无踪。这个下半部的 SKT 已经失去控制了 ，Spice 再一勾，差一点把克利德给勾走。Spice 这个。辅助 North Karen 这一波是直接抓到了灯笼的位置，对，就问一下，先看一下二撞进去目标，刚刚有杀气而被勾了出来，飞的没有大绝，灯笼上面有焚焰，其实是很有意见的。这两场达瑞我没感受到这个角色选出来的价值，这个勾太美了 ，North Karen 勾的美，这 Kobe 也跳出来，这达瑞文，我就觉得选达瑞文不太对。那个达瑞文的脑子，他都会想要去单挑那个雷文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选达瑞应该是不太对的。这边勾到给灯笼，瞬间插眼，一二三，致命节奏狂点，点了两下，疯狂点眼。你丢他一刀，他给你一套，他给你一整套，就法术机关枪啊，不是浪得虚名。
二撞直接是把玛塔的闪现给撞掉了，左方位置是空杀防壁，虽然推了一个人，但有灯笼，这一次的灯笼凯撒也没大，大地鲁斯也没有，所以两边其实应该就是在抢完全抢视野，等这个技能转好了就是开。哇、哦、呀，这个大地鲁斯勾进去没勾到人，空防壁推出来，但阿奇尔在前面已经被打残了，雷克萨飞到后排把菲克给狙杀了，但是左方位置雷兹也倒，鳄鱼此时竟然跳了出来，当上了老大，想秀的一个科比被鳄鱼给击杀。后面的厄尔好像没有太多反击的空间，被四人给围剿。SKT 这里由 Teddy 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 好的时间。我想看一下雷兹怎么死的，雷兹有点死得太快了，这波道理来不是这样的。你看到 Splice 花了全部人的心力就是要杀 Faker， 就最后是靠了雷克萨的大局把 Faker 给收掉。你看到这个鳄鱼往前冲的这段时间，就是后排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就是被鳄鱼一打二，然后打入人就是顺顺的往前切，然后收一个 triple kill。哇，这场竟然让打入人发育了，哇，这个团战赢了，直接阻挡掉，不让 Splice 拿三个火龙。那现在 Splice 估计也是要急了，要开战。哇，要杀一个鳄鱼啊！一堆人进攻，哇，所有人都做到了塔后，但其实 SKT 所有人都在后面，阿奇尔不在，这里是一个四打五，羊直接一头进去。这一点就不断的抓 Faker 不在时间做抢开。哇，这里是直接很胆大、啊，抓了一个鳄鱼、啊。而且这里是进来把可汗收掉之后呢，往全面往后台就只能牺牲一个大地鲁斯，等于是做一个机会。此时直接开巴龙，开吃，而且视野其实还可以哦。两条火龙，这边要二人开战了吧？二人要开战了。远方回转死神达瑞文的大绝过来看一下，那地鲁斯这一勾在空中直接被留住了，没有人去救援后，凯撒直接飞到后排，要杀被鳄鱼给切了个正面，脚闪现的科比在后面跟鳄鱼正面单挑，阿奇尔被针对，直接交了空杀防壁后加一技能，但雷克萨飞得好远，一个超级扑死了 Faker， 而鳄鱼也没得打，这是一波巴龙团在 Splice 打出的 Ace。Splice 这场真的是完全醒过来。雷克萨还要再找机会啊，是不是进来？他是拉了一个纳蒂鲁斯，但纳蒂鲁斯。是不是其实还撑了蛮久时，他裂地有 pop 出来，然后重点就是这个 A O E 直接让后排直接被秒杀。就算鳄鱼想要来杀 Kabe， 但是 Kabe 用一个治愈拉了一个位置之后，反而是正面的人，就 S K T 是完全打不赢的。就阿奇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可以慢慢的用他的杀兵做输出。哇，雷克萨刚游了一个蝶式，你有没有看到？要在高地再做防守。哎，这个下路高地感觉也要给啦，往前推，想推挖了洞出来，但色仔是被留住，但后面已经摆好了所有的地道，来回的位移。哇，这个哇，地下铁路早就盖好了。上半部开战，二人被勾住，但扛住拖时间，队友将高地给拆了。哎，还没拆啊，二被白卖掉了，还能勾吗？哎呀，后面没勾到，雷兹闪现要跑，反身回打，打出了大天使的一个护盾，但还是被鳄鱼给撸死，下葬落在了看手上。那个雷克萨已经吸引了这么多火力，来看他一下。他这个三环三线都盖好了，是他的游泳池啊，那个水大家都很熟啊，直接游回去。来自欧洲的三线啊，你看都已经买好。来看上路、下路开战，上路也想开。哇，这个惊人啊、原来是惊人 bait 一波，所以变成是雷兹进来的位置很差。然后看一下他后面，卡贝刚刚是在点中路，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支援到这一波团战。对，然后也没办法再点塔了，直接被留住，蝎子打晕了，一路碾到现在。哇！查奇还直接在原地敲了一块钟表出来，哎，聪明的人就是会买表。我想抓闪现，有惊人，这里还想抓，那可能要搭在领头交闪现，这肯定得完全抓不到，被秀了一脸呐。其他人可以退，可汗退得了吗？我这里想追，可汗从右边切进来，变大，直接要切，但晕眩时间不够啊，伤害不够，根本打不到后排。天甲被打出来，再见。看 Splice 的心脏大不大颗，选择要推上了，这里应该是拿三柱为优先，拿两路先拿两。可立德那个蝎子秀满脸，抓了一个二交惊人，他也有惊人，时间拖好久，想要从二零领域走出来，交了闪现是确实走了出来，但下一个勾被打不掉，给限制射雷系进场，玛塔的限制大被阿奇尔推，一直推到了三个人，后面雷克萨还在转，但他伤害并不足够，哇，没有，他在后面把达瑞文给收了，但雷兹太痛了，而在前方的位置交出惊人的阿奇尔，靠着连续位移加灯笼小跑，但雷克又是雷克萨，又是他的虚空极星，飞克跑不掉，一波快要 ace 的团战，鳄鱼虽然存活，但阻止不了 Splice 准备拿下这一场的比赛。SKT
没有打出众人期待的三比零了。Surprise 创造了奇迹，拿下了这一场的对局。SKT 这一场。真的是被 Splice 翻了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意想不到的局。而且 Splice 这一场是完全醒过来了，就特别是在针对上路的防守，就防守成功一波之后，把所有资源投在下路这一点，是让 SKT 的瑟雷西加达尔文这个组合完全打不出他该有的效果。